好，至于旅美球星尼福德，他在老虎队不止人红，连他专用的手套都受到了瞩目。这个手套是台湾厂商专为他设计制作的，没有想到多位老虎球星相继跟进定制，Made in Taiwan 在大联盟窜红。 球场上的虎头绣图手套还有英文 NI 以及福的变形字样，这就是尼福德专属手套。因为尼福德的好友也是台湾手套制造商，为了支持他勇闯大联盟，特别设计专属手套给尼福德。他这个 logo 呢，就是他最喜欢的钢弹图形，再配合上他的NI，他的名字。那这一个钢弹图形也是用这个他的尼福德的福字，我们去帮他做设计，立体刺绣的一个虎头。每绣一只虎头，大概都要历时。 大联盟表现好，人缘也很好，加上手套的独特设计，让台湾产品受到老虎球星注意，纷纷定制。他的队友、他的好朋友都喜，他看到了说哇，怎么有那么炫的手套？马上请尼福德帮他定制一个手套，年薪非常高的哦，都你只也是定做了这个我们的手套这样子。这样的大联盟球星专属手套，在台湾少见，更别提拥有，所以厂商也特别制作12个限量尼福德专属手套，让球迷有机会收藏。因为他上大联盟的第12天拿到了第一个中继点在洋基球场，那我们就推出了只有限量12个的定制手套，那跟他现在手上拿的比赛用实战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手套，一样是 Made in Taiwan 尼福德和台湾品牌的棒球手套，正在大联盟渐渐崭露头角。《民事新闻》黄州王太奇台北报道。